喂，我要扣你的零用钱。拍片效果不要这么当真嘛。奶奶，你看，记得一支。哇，是乐天的冰淇淋耶。对呀、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对啊。哇，长这样，好可爱。没关系啦，吃啦。来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好吃吗？嗯。哎、欸，你要吃快一点呢，不然会融化。嗯，我要享受这个幸福的味道。啊，融化了！赶快吃啊！冰，幸福的味道嘛。耶！我要来吃安岛烘桂了。哎、欸，你在吃冰啊？喂，安岛烘桂这个是古早味的呢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小时候的古早味的冰不是这一种，是做的像一个鸡蛋一样，叫做鸡蛋冰。那个呢，他的车都会用一个那个喇叭就按下去，叭布叭布，所以我们叫做叭布的冰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好好吃冰可以吗？那个冰哦，没有像你们这样那么多选择。现在哦，你们很幸福，还有那个什么巧克力的，有的没有的那个。哎，等我还没讲完呢。去跟妈妈讲。老婆。我没空啦。天气好热哦，爸比，我想要吃冰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我有新买这个，我们来做冰沙好不好？啊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哎。好吧。哎，冰沙做好了，试试看，很好吃哦。试试看嘛，味道好淡哦，爸比，我还是想要去买冰。回来呀、啊！哦，我做的那么辛苦哎，我要试试看好了。还蛮好吃的、啊。哦。你在跟我比赛吗？你怎么吃这么快？赶时间吗？耶、yeah, ！我赢了。你不是在赶时间吗？没有啊，我以为你在跟我比赛。没有啊。啊？啊？继续吃，继续吃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订阅蕾蕾 TV 的朋友们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哦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